南无千花台上卢舍那佛，南无千花台上卢舍那佛，南无千花台上卢舍那佛，三句境界难得闻，经于无量句知解，读诵受持亦如是，如说修行者更难。 诸佛子等合掌至心听，我今欲说诸佛大戒序，众即默然听，自知有罪当忏悔，忏悔则安乐，不忏悔罪一身，无罪者默然，默然故当知众清净。诸大德谛听，佛灭度后。 于相法中，应当尊敬波罗提木差。波罗提木差者，即是此戒。持此戒者，如暗喻明，如贫得宝，如病者得差，如求喜出狱，如远行者得归。当知此戒即是众等大师。若佛住世，无异此也。 不心难生，善心难发，故经云：“勿轻小罪，以为无殃。”水滴虽微，渐盈大气，刹那造罪，殃堕无间。一失人身，万劫不复；撞色不停，犹如奔马。人命无常，过于山水；今日虽存，名义难保。 众等个个一心勤修精进，慎勿懈怠懒惰睡眠纵逸。夜即摄心存念三宝，莫以空过徒设疲劳，后生深悔。众等个个一心谨依此戒，如法修行，应当学。归命卢舍那。 十方金刚佛，一理前论主，当觉慈世尊。今说三句戒，菩萨贤共听。戒如大明灯，能消长夜暗；戒如珍宝镜，照法尽无余；戒如摩尼珠，欲物即贫穷。离世速成佛，为慈法为最。 是故诸菩萨应当勤护戒。《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尔时卢舍那佛为此大众略开百千恒河沙不可说法门中心地如矛头许。 是过去一切佛已说，未来佛当说，现在佛今说。三世菩萨已学，当学，今学。我以百劫修行，示心地，号为卢舍那。如诸佛转我所说，与一切众生开心地道。 二时，莲花台藏世界，赫赫天光，狮子座上卢舍那佛放光，光告千花上佛，持我心地法门品而去，复转为千百亿世家，及一切众生，次第说我上心地法门品，汝等受持读诵，一心而行。 尔时，二十千花上佛，千百亿世家，从莲花台藏世界，赫赫狮子坐起，各个个辞退，举身放不可思议光，光皆化无量佛，一时以无量青黄持白花供养卢舍那佛，手持上说心地法门品镜。 个个从此莲花台藏世界而没，没以入体性虚空华光三昧，还本原世界严浮提菩提树下，从体性虚空华光三昧出，出以方坐金刚千光王座，即妙光堂说十世界海。 复从坐起至地是宫说实住，复从坐起至燕天中说实行，复从坐起至第四天中说十回向，复从坐起至化乐天说十禅定，复从坐起至他化天说十地，复至一禅中说十金刚。 复至二禅中说十忍，复至三禅中说十愿，复至四禅中摩西首罗天王宫，说我本源莲花台藏世界卢舍那佛所说心地法门品，其余千百亿世家亦复如是，无二无别，如贤洁品中说。 尔时，释迦牟尼佛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说化《魔受化经》已下生难言菩提加以罗国，母名摩耶，父字白净，五名悉达，七岁出家，三十成道，号为释迦牟尼佛。 于寂灭道场作金刚华光王座，乃至摩西首罗天王宫，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十佛观诸大梵天王网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王孔，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亦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 吾今来此世界八千返，为此娑婆世界作金刚华光王座，乃至摩西、首罗天王宫，为世中一切大众略开心地法门径。复从天王宫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为此地上一切众生、凡夫痴暗之人。 是我本卢舍那佛心地中出发心中常所诵一切光明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种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识、色、心、事、情、是心，皆入佛性界中。 当当常有因故，当当常住法身。如是十波罗提木差出于世界，是法界，是三世一切众生顶戴受持。吾今当为此大众重说十无尽藏戒品，是一切众生界本源自性清净。我今卢舍那。 方作莲花台，周匝千花上，浮现千世家。一花百亿国，一国一世家。各作菩提树，一时成佛道。如是千百亿卢舍那本身，千百亿世家各皆微尘众，俱来至我所，听我诵佛界，甘露门则开。 是时千百亿，还至本道场，各座菩提树，送我本师戒。十众四十八，戒如明日月，亦如璎珞珠。微尘菩萨众，犹是成正觉。是卢舍那诵，我亦如是诵。汝心学菩萨，顶戴受持戒。 手持世界仪，转授诸众生。谛听，我正诵佛法中戒藏，波罗提木差大众心地信，如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贫已具足。一切有心者，皆应设佛戒。众生受佛戒。 即入诸佛位，未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大众皆恭敬，至心听我诵。尔时，释迦牟尼佛出作菩提树下，成无上正觉已，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差，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 孝名为戒，一名智止。佛即口放无量光明，是时百万亿大众、诸菩萨、十八梵天、六欲天子、十六大国王合掌至心听佛颂一切诸佛大乘戒。佛告诸菩萨言：“我今半月半月自诵诸佛法戒。” 如等一切发心菩萨一，亦诵乃至十发去，十长养、十金刚、十地诸菩萨，亦诵。是故，借光从口出，有缘非无因故光，光非青黄赤白黑，非色，非心，非有，非无，非因果法。 是诸佛之本源，行菩萨道之根本，是大众诸佛子之根本。是故大众诸佛子应受持，应读诵，善学。佛子谛听：若受佛戒者，国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欲天子、庶民。 黄门、淫男、淫女、奴婢、八部鬼神、金刚神、畜生，乃至变化人，但结法师语，尽受得戒，皆名第一清净者。佛告诸佛子言：有十众波罗提木差，若受菩萨戒，不诵此戒者，非菩萨，非佛种子。 我亦如是诵，一切菩萨已学，一切菩萨当学，一切菩萨今学，以略说菩萨波罗提木叉相貌，应当学静心奉持。佛言：若佛子，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 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而反自自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若佛子自道、教人道、方便道、咒道、道因、道缘、道法。 道业乃至鬼神有主劫贼物一切财物一针一草不得故道。而菩萨应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而反更道人财物者是菩萨波罗以罪。若佛子自言。 教人淫，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淫因、淫缘、淫法、淫业，乃至畜生女、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淫，而菩萨应生孝顺心，就度一切众生敬法与人，而反更起一切人淫，不则畜生，乃至母女、姊妹、六亲行淫。 无慈悲心者，是菩萨波罗夷罪。若佛子自妄语，教人妄语，方便妄语，妄语因，妄语缘，妄语法，妄语业，乃至不见言见，见言不见，身心妄语。而菩萨常生正语正见，一生一切众生正语正见。 而反更起一切众生邪语、邪见、邪业者，是菩萨波罗夷罪。若佛子自孤酒教人孤酒孤九因、孤九缘、孤九法、孤九业，一切九不得孤，是九起罪因缘。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明达智慧。 而反更生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是菩萨波罗夷罪。若佛子口自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教人说罪过，罪过因，罪过缘，罪过法，罪过业。 而菩萨闻外道恶人及二乘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慈心教化是恶人辈，令生大乘善性。而菩萨反更自说佛法中罪过者，是菩萨波罗以罪。若佛子自赞毁他，亦教人自赞毁他，毁他因。 毁他缘，毁他法，毁他业，而菩萨应待一切众生受加毁辱，恶事向自己，好事与他人。若自扬己德，引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毁者，是菩萨波罗夷罪。若佛子自谦，教人谦，谦因，谦缘，谦法，谦业。 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乞者，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而菩萨以恶心嗔心，乃至不失一钱一针一草。有求法者，不为说一句一偈，以微尘许法，而反更骂辱者，是菩萨波罗以罪。若佛子自称教人称。 嗔因嗔缘嗔法嗔业，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事，常生慈悲心、孝顺心，而反更于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以恶口骂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亦犹不息。前人求悔，善言忏谢，犹嗔不解者。 是菩萨波罗夷罪。若佛子自谤三宝，教人谤三宝，谤因、谤缘、谤法、谤业；而菩萨见外道即以恶人一言谤佛音声，如三百矛刺心，况口自谤，不生信心、孝顺心，而反更助恶人、邪见人谤者，是菩萨波罗夷罪。 善学诸仁者，是菩萨十波罗提木差，应当学。于中不应一一犯，如微尘许。何况具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现身发菩提心。一失国王位，转轮王位；一失比丘、比丘尼位；一失十发趣、十长养、十金刚、十地。 佛性常住妙过一切皆失堕三恶道中二劫三劫不闻父母三宝名字，已是不应一一犯。汝等一切菩萨，今学当学，已学如是十戒，应当学静心奉持。佛告诸菩萨言：“已说十波罗提木叉尽。」 四十八轻今当说，若佛子欲受国王位时，受转轮王位时，百官受位时，应先受菩萨戒，一切鬼神救护王身、百官之身，诸佛欢喜，即得戒已，生孝顺心、恭敬心，见上座、和尚、阿舍离、大德、同学。 同见同行者，应起承迎礼拜问讯，而菩萨反生交心慢心痴心嗔心，不起承迎礼拜，一一不如法供养，以自卖身国城男女七宝百物而共己之。若不尔者，犯亲垢罪。若佛子故饮酒。 而酒生过失无量，若自身手过酒器，于人饮酒者无百事无手，何况自饮？亦不得教一切人饮及一切众生饮酒，况自饮酒？一切酒不得饮。若故自饮教人饮者，犯轻垢罪。若佛子故食肉，一切众生肉不得食。 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亲垢罪。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隔葱、慈葱。 兰聪星渠是五心，一切时中不得时。若故使者，犯亲垢罪。若佛子见一切众生犯八戒、五戒、十戒，毁禁七逆八难，一切犯戒罪，应教忏悔。而菩萨不教忏悔，同住同僧力养而共布萨。 以众说戒而不举其罪，不教悔过者，犯亲垢罪。若佛子见大乘法师、大乘同学同见同行来入僧方舍宅诚意若百里千里来者，即起迎来送去礼拜供养，日日三食供养，日食三两斤，百味饮食床坐。 医药共事法师，一切所需尽即与之。常请法师三十说法，日日三十礼拜，不生嗔心、患恼之心，为法灭身，情法不懈。若不尔者，犯亲垢罪。若佛子一切处有讲法、皮尼、经律。 大宅舍中有讲法处，是心学菩萨应持经律卷至法师所听受咨问；若山林树下、僧地房中一切说法处，悉至听受。若不至彼听受咨问者，犯轻垢罪。 若佛子心被大乘常住经律，言非佛说，而受持二乘声闻外道恶见一切境界，邪见经律者，犯亲垢罪。若佛子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若父母、师僧、弟子病， 诸根不惧，百种病苦恼，皆供养令差，而菩萨以嗔恨心不看，乃至僧方、诚意、旷野、山林、道路中见病不救济者，犯轻垢罪。若佛子不得续一切刀杖、弓箭、矛斧、斗战之具及恶网罗、杀生之器。 一切不得续，而菩萨乃至杀父母尚不加报，况杀一切众生，不得续杀众生具若故续者，犯亲垢罪。如是十戒，应当学，静心奉持。若佛子。 不得为利养恶心故，通国使命、军政和会、兴师相伐、杀无量众生，而菩萨尚不得入军中往来，况故作国贼？若故作者，犯亲垢罪。若佛子故贩卖良人、奴婢、六畜，示意棺材、板木、成死之具，尚不应自作。 况教人作，若故自作教人作者，犯亲垢罪。若佛子以恶心故，无事谤他良人、善人、法师、师僧、国王、贵人，言犯欺逆十众。于父母、兄弟、六亲中，应生孝顺心、慈悲心，而反更加于逆害，堕不如意处者。 犯亲垢罪。若佛子以恶心故放大火烧山林旷野，四月乃至九月放火；若烧他人家屋宅、城邑、僧方、田木及鬼神官物，一切有生物不得故烧。若故烧者，犯亲垢罪。若佛子。 自佛弟子及外道恶人六亲一切善知识，应一一教受持大乘经律，应教解义理，使发菩提心，时发去心，时长养心，时金刚心，于三十心中一一解其次第法用。 而菩萨以恶心嗔心横教二乘生闻经律外道邪见论等犯亲垢罪。若佛子因好心先学大乘威仪经律，广开解意味，见后心学菩萨，又从百里千里来求大乘经律，应如法未说一切苦恨。 若烧身烧臂烧指，若不烧身臂指，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乃至恶虎狼狮子一切恶鬼，悉应舍身肉手足而供养之，然后一一次第为说正法，使心开意解，而菩萨为利养故，应答不答。 道说经律文字无前无后，谤三宝说者犯亲垢罪。若佛子自为饮食钱财利养名誉故，亲近国王王子大臣百官，视作形式，其所打拍千万，横取钱物。 一切求利，名为恶求、多求，教他人求，都无慈心、无孝顺心者，犯轻垢罪。若佛子应学十二部经，诵戒者日日六时持菩萨戒，解其义理，佛性之性，而菩萨。 不解一句一偈即戒律因缘，乍言能解者，即为自欺狂，亦欺狂他人。以一不解一切法，不知而为他人作诗受戒者，犯亲垢罪。若佛子以恶心故见持戒比丘手捉香炉行菩萨横。 而斗构两头谤欺贤人无恶不造者犯轻垢罪。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 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 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应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律，福资亡者得见诸佛生人天上。若不尔者，犯亲垢罪。如是十戒，应当学静心奉持。若佛子不得以嗔报嗔，以打报打。若杀父母兄弟六亲。 不得家暴，若国主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家暴。杀生报生，不顺孝道，尚不许奴婢打拍骂辱，日日起三夜，口罪无量，况故作欺逆之罪？而出家菩萨无慈心报仇，乃至六亲中故报者，犯亲垢罪。若佛子出使。 出家未有所解，而自恃聪明有志，或是高贵年素，或是大姓高门，大姐大福大富饶财七宝，以此骄慢，而不滋受先学法师经律。其法师者，或小姓年少卑门贫穷下贱，诸根不具。 而时有得一切经律尽解，而心学菩萨不得观法师种性而不来自受法师第一义弟者，犯亲垢罪。若佛子佛灭度后，欲以好心受菩萨戒时，于佛菩萨形象前自是受戒，当以七日佛前忏悔。 得见好相，便得戒；若不得好相，因二期、三期乃至一年，要得好相。得好相已，便得佛菩萨形象前受戒；若不得好相，虽佛像前受戒，不明得戒。若先受菩萨戒、法师前受戒时，不需要见好相。 何以故？是法师师师相受，故不虚好相。是以法师前受戒时即得戒，以生至重心故便得戒。若千里内无能受戒师，得佛菩萨形象前自是受戒，而要见好相。若法师自以解经律。 大乘学界与国王、太子、百官以为善友，而心学菩萨来问：若经义、律义、清心、恶心、慢心，不一一好答问者，犯清垢罪。若佛子有佛经、律、大乘法、正见、正性、正法身，而不能勤学修习，而舍七宝。 反学邪见二乘外道俗典阿毗昙杂论一切书记，是断佛性障道因缘，非行菩萨道者。若故作者犯亲垢罪。若佛死，佛灭度后，为说法主，为行法主，为僧方主，教化主，坐禅主，行来主。 应生慈心，善和斗争，善守三宝物，莫无度用，如自己有，而反乱众斗争，此心用三宝物者，犯侵垢罪。若佛子先在僧方中住，后见客菩萨、比丘来入僧方，舍宅诚意；若国王舍宅中， 乃至下座安居处及大会中，先住僧应迎来送去，饮食供养、房舍、卧具、绳床、木床，事事给予。若无物，应卖自身及男女身，割自身肉脉，供给所需，悉以与之。若有檀越来请众僧。 客僧有力养分，僧方主应次第差客僧受请，而先住僧独受请而不差客僧者，僧方主得无量罪。畜生无义，非沙门，非是种姓，犯轻垢罪。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别请力养入己，而此力养属十方僧。 而别受请，即是取十方僧物入己，及八福田中诸佛圣人、一一师僧、父母病人物，自己用故，犯亲垢罪。若佛子有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及一切谈悦，请僧福田求愿之时，应入僧方问知识人。 今欲请僧求愿，知是报言。次第请者，即得十方贤圣僧；而世人别请五百罗汉、菩萨僧，不如僧赐一凡夫僧。若别请僧者，是外道法；七佛无别请法，不顺孝道。若故别请僧者，犯亲垢罪。若佛子。 以恶心故，为利养贩卖男女色，自首作食，自磨自充，瞻相男女，解梦吉凶，是男是女，咒术功巧，调音方法，合合百种毒药，千种毒药，蛇毒、生金银毒、骨毒，都无慈悯心，无孝顺心。若故作者。 犯亲垢罪，若佛子以恶心故，自身谤三宝，诈现亲佛，口便说空，行在有中，经历白衣，为白衣通治男女，交会银色，作诸附着，于六斋日、年三长斋月，作杀生、劫道，破斋、犯戒者，犯亲垢罪。 如是十戒，应当学，静心奉持。佛言：佛子，佛灭度后，于恶世中，若见外道一切恶人、劫贼卖佛菩萨父母形象，即卖经律，贩卖比丘、比丘尼，以卖发菩提心、菩萨道人，火为观世。 与一切人做奴婢者，而菩萨见是事宜应生慈悲心，方便救护，处处教化，取物赎佛菩萨形象及比丘、比丘尼、发心菩萨一切经律。若不熟者，犯亲垢罪。若佛子不得贩卖刀杖、弓箭，许轻秤、小斗。 因官行事，取人财物，害心戏妇，破坏成功，长养猫狸猪狗。若故养者，犯亲垢罪。若佛子以恶心故，观一切男女等斗，军阵兵将劫贼等斗，亦不得听催贝、鼓、角、琴瑟、征笛。 空喉歌叫祭乐之声，不得出仆围棋、波罗赛戏、弹棋、六博、拍局、掷石、投壶、千道、八道、行程找镜、试草、扬枝、剥鱼、独楼而作卜事，不得作盗贼使命，一一不得做若故作者犯轻构罪。 若佛子护持禁戒，行住坐卧，日夜六时读诵世界，犹如金刚，如代持福囊欲渡大海，如草系比丘，长生大成善信，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发菩提心，念念不去心。 若其一念二成外道心者，犯亲垢罪。若佛子常应发一切愿，孝顺父母，十僧愿得好师，同学善知识，常教我大乘经律，时发去，时长养，时金刚，时地，使我开解如法修行。 坚持佛戒，宁舍生命，念念不去心。若一切菩萨不发誓愿者，犯亲垢罪。若佛子发誓十大愿已，持佛禁戒，作是誓言：宁以此身投赤然猛火、大坑、刀山，终不毁犯三世诸佛经律。 与一切女人作不敬恨，复作誓愿：宁以热铁罗网千重周匝缠身，终不以此破戒之身受于信心坛月一切衣服；复作誓愿：宁以此口吞热铁丸及大流猛火，经百千劫，终不以此破戒之口食于信心坛月百味饮食。 复作誓愿，念以此身握大流猛火、罗网热铁地上，终不以此破戒之身授于信心弹阅百种床座。复作誓愿，念以此身受三百矛刺身，经一劫、二劫，终不以此破戒之身授于信心弹阅百味医药。 复作誓愿，宁以此身投热铁镬，经百千劫，终不以此破戒之身受于信心弹阅千种房舍、屋宅、园林、田地，复作誓愿，宁以铁锤打碎此身，从头至足，令如微尘，终不以此破戒之身受于信心弹阅恭敬礼拜，复作誓愿。 宁以百千热铁刀矛挑其两目，终不以此破戒之心视他好色；辅作誓愿，宁以百千铁锥缠刺耳根，经一劫二劫，终不以此破戒之心听好音声；辅作誓愿，宁以百千刃刀割去其鼻，终不以此破戒之心贪嗅诸香。 夫作誓愿，宁以百千刃刀割断其舌，终不以此破戒之心使人百味进食；夫作誓愿，宁以利福斩破其身，终不以此破戒之心贪着好处。夫作誓愿，愿一切众生悉得成佛。而菩萨若不发誓愿者，犯亲垢罪。 若佛子，常应二十头陀，冬夏坐禅，节下安居，常用羊脂、枣豆、三衣、瓶钵、坐具、锡杖、香炉帘、莲露水囊、手巾、刀子、火碎、镊子、绳床、金绿佛像、菩萨形象。 而菩萨行头陀时及游方时，行来百里千里，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头陀者，从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是二十中，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如鸟二意。若布萨日，新学菩萨。 半月半月长，布萨诵十众四十八轻戒。若诵戒时，当于诸佛菩萨形象前诵。一人布萨即一人诵，若二人、三人至百千人亦一人诵。诵者高坐，听者下坐。各个个披九条、七条、五条袈裟。 若结下安居时，亦应一一如法；若行头陀时，莫入难处。若恶国界，若恶国王，土地高下，草木深邃，狮子虎狼，水火风难，即以劫贼，道路毒蛇，一切难处，悉不得入。头陀行道。 乃至下座安居，是诸难处，皆不得入。若故入者，犯轻垢罪。若佛子应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在后坐。不问老少，比丘、比丘尼、贵人、国王、王子，乃至黄门奴婢。 皆应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痴人，若老若少，无前无后，坐无次第，如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后者后坐，而菩萨一一不如法次第坐者，犯轻垢罪。若佛子。 常应教化一切众生，建立僧方，山林、园田，立作佛塔，冬夏安居，坐禅处所，一切行道处，皆应立之。而菩萨应为一切众生讲说大乘经律。若疾病、国难、贼难、父母、兄弟、和尚、阿舍离亡灭之日。 即三七日、四五七日乃至七七日，亦应讲说大乘经律。一切斋会、求愿、行来至生，大火所烧、大水所漂、黑风所吹，传访江河大海、罗刹之难，亦读诵讲说此经律。乃至一切罪报、三恶八难、七逆。 丑亵枷锁系服，细其身，多淫多嗔多愚痴多疾病，皆应讲此经律。而心学菩萨若不尔者，犯亲垢罪。如是九戒，应当学静心奉持。若佛子于人受戒时，不得减责一切国王、王子、大臣。 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淫男、淫女、十八梵天、六欲天子、无根、二根、黄门、奴婢、一切鬼神尽得受戒。应交身所着袈裟，皆使坏色，于道相应，皆染使青、黄、赤、黑、紫色。 一切染衣乃至卧具尽以坏色身所着衣，一切染色。若一切国土中国人所着衣服，比丘皆应于其俗服有异。若于受戒时，师应问言：如现身不作欺逆罪否？菩萨法师不得于欺逆人现身受戒。欺逆者。 出佛身血，是父，是母，是和尚，是阿舍离，破结魔，转法轮，僧是圣人。若具七逆，即现身不得戒，于一切人尽得受戒。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鬼神不理。但结法师语。 有百里、千里来求法者，而菩萨法师以恶心嗔心而不给予受一切众生戒者，犯轻垢罪。若佛子教化人起信心时，菩萨与他人做教戒法师者，戒欲受戒人，应交请二师，和尚。 阿舍离二师应问言：如有七遮罪否？若现身有七遮罪者，师不应与受戒；若无七遮者,者，得与受戒。若有犯十众者，应教忏悔，在佛菩萨形象前日夜六时诵十众四十八清戒，苦道礼三世千佛，得见好相。 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见好相。好相者，佛来摩顶，见光、见花，种种异相，便得灭罪。若无好相，虽忏无益，世人现身亦不得戒，而得增益受戒。若犯四十八轻戒者，对手忏悔，罪便得灭。 不同七遮，而教戒师于事法中一一好解。若不解大乘经律，若轻若重，是非之相；不解第一义地，习种性、长养性、性种性、不可坏性、道种性、正法性，其中多少观恨出入实禅之一切恨法。 以以不得此法中意，而菩萨为利养故，为名闻故，恶求多求贪利弟子，而诈现解一切经律为供养故，是自欺诈，亦欺诈他人，故与人受戒者犯亲垢罪。若佛子不得为利养故，与未受。 菩萨戒者前，若外道恶人前说此千佛大戒，邪戒人前亦不得说。除国王与一切不得说是恶人辈，不受佛戒，名为畜生生生之处，不见三宝，如木石无心，名为外道邪戒人辈，木头无义。 而菩萨于是恶人前说七佛教戒者犯亲垢罪。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正戒，故起心毁犯圣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养，亦不得国王地上行，不得饮国王水。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贼。 入入房舍、诚意宅中，鬼父常扫其脚迹；一切世人衔皆骂言：“佛法中贼！”一切众生眼不欲见，犯戒之人畜生无益，木头无益。若故毁正戒者，犯亲垢罪。若佛子常应一心受持、读诵大乘经律。 剥皮为纸，刺血为墨，以髓为水，吸骨为笔，书写佛界。木皮、骨纸、绢素竹、竹帛，亦应书持。常以七宝、无价香花、一切杂宝为香囊，成经律卷。若不如法供养者，犯亲垢罪。若佛子常起大悲心。 若入一切诚意舍宅，见一切众生，应当畅言：汝等众生，信应受三归十戒。若见牛马猪羊一切畜生，应心念口言：汝是畜生，发菩提心。而菩萨入一切处，山林川野，皆是一切众生发菩提心。 是菩萨若不发教化众生心者，犯亲垢罪。若佛子常应教化，起大悲心。若入檀越贵人家，一切众中不得立为白衣说法，应在白衣众前高座上坐。法师比丘不得地利为四众说法。若说法时。 法师高坐，香花供养，四众听者下坐，如孝顺父母，敬顺师教，如是或婆罗门，其说法者若不如法说，犯亲垢罪。若佛子皆以信心受佛戒者，若国王、太子、百官、四部弟子，自是高贵。 破灭佛法戒律，名作智法，治我四部弟子不听出家行道，一副不听造立形象佛塔经律，立统观至众，使安吉寄僧，菩萨比丘地立白衣高坐，广行非法，如兵奴侍主，而菩萨正应受一切人供养。 而反为官走使，非法非律。若国王、百官好心受佛戒者，莫作事破三宝之罪。若故作破法者，犯清垢罪。若佛子以好心出家，而为名闻利养，于国王、百官前说佛戒者。 恒于比丘、比丘尼、菩萨界弟子做细服事，如欲求法，如兵奴之法，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非于外虫。如是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若受佛戒者，应护佛戒。 如念一子，如是父母，不可毁破。而菩萨闻外道恶人以恶言棒破佛界之声，如三百矛刺心，千刀万丈打拍其身等无有异。宁自入地狱经于百劫，而不易闻恶人以恶言棒破佛界之声。 而况自破佛界，教人破法因缘，亦无孝顺之心。入故作者犯清垢罪，如是九戒应当学，静心奉持。诸佛子是四十八轻戒，汝等受持。过去诸菩萨已诵，未来诸菩萨当诵，现在诸菩萨今诵。 诸佛子听十众四十八清戒，三世诸佛已诵当诵今诵我今亦如是诵。汝等一切大众，若国王、王子、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受持菩萨戒者，应受持读,读诵解说书写佛性常住戒卷。 流通三世一切众生化化不绝，得见千佛为千佛受寿，世世不堕恶道八难，长生人天道中。我今在此树下略开七佛法界，汝等大众当一心学波罗提木叉，欢喜奉行。 如无相天王品劝学中一一广明，三千学士实坐听者，闻佛自颂，心心顶戴，欢喜受持。二十释迦牟尼佛说上莲花台赞世界卢舍那佛所说心地法门品中实无境界法品境。 千百亿世家亦如是说，从摩西首罗天王宫至此道树下石柱处说法品，为一切菩萨不可说大众受持读诵解说其义亦如是。千百亿世界、莲花藏世界、微尘世界、一切佛心藏、地藏、界藏。 无量恒愿藏，因果佛性常住藏。如是一切佛说，无量一切法藏尽。千百亿世界中，一切众生受持欢喜奉行。若广开心地相向，如佛华光王七恒品中说。明人忍慧强，能持如是法。 未成佛道间，安获五种力。一者十方佛泯灭常守护；二者命中时正见心欢喜；三者生生处唯诸菩萨有；四者功德具戒度悉成就；五者今后世性戒福慧满。此事诸佛子。 智者善思量，即我着相者不能生是法；灭受取正者亦非下种处。欲长菩提苗，光明照世间，应当静观察诸法真实相：不生亦不灭，不长复不断，不依亦不移，不来亦不去。 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菩萨所应作，应当次第学。于学于无学，物生分别相。是名第一道，亦名磨合眼。一切戏论恶，悉从事处灭。诸佛萨婆若，悉由事处出。是故诸佛子，一发大勇猛。 与诸佛境界互持如明珠，过去诸菩萨已于世中学，未来者当学，现在者今学。此是佛行处，圣主所称叹。我以随顺说，福德无量具，回以施众生，共向一切智。愿闻是法者，悉得成佛道。 泛往经菩萨戒本中，诵戒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